因应突发海啸灾害，强化民众防灾意识，新竹市沿海区域、南寮以及香山地区的三个派出所发布警报，将在上午9:25发布警报，9:35发布海啸解除警报。全国防灾日活动，内政部警政署定于9月17日上午9:25至3:35，针对全国沿海地区。运用防空警报系统实施海啸警报的释放。那本市沿海地区海啸警戒区南寮香山地区之所属南寮中华潮山等三处派出所警报台释放海啸警报。另外也以手机告知民众，那预请市民朋友在听闻警报海啸声响以及简讯讯息以后，请勿惊慌，那生活作息一切正常。当天海啸警报释放地区涵盖本市南寮、香山地区，释放期间不实施人车管制以及疏散避难，民众听到警报发放时，请不必惊慌，一切正常作息。凯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